需要消停。那是那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最尴尬了，不好意思吧，帅错了方向。哎，进门是什么？有上面有字儿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哈哈哈哈！这是一个结巴。这要打开吗？不用打开，你选一个，你先选。那咱就哈哈哈哈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不好？背面写的啥？进行逗笑挑战。让谁笑啊？雪晴姐，我很好逗笑的，我笑点贼奇怪，贼酷。泡酷泡酷，你输了，输了名字，保护保护，完了，保护保护，你失去参赛资格了，保护保护，保护保总，保总，哎，笑了，没开，不是不行，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，两队轮流逗笑李雪琴。每队的三位队员依次逗笑，逗笑方式不限制，可借助二楼衣帽间的道具进行装扮。 A 队表演结束后，李雪琴根据逗笑程度将七个哈哈贴纸随机贴在表现好的队员身上。在 B 队表演结束后，李雪琴可以调整哈哈贴纸所属权，最终获得哈哈贴纸多的队伍获胜。现在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去准备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下面有请我们的一号选手大彪进行表演，请评委睁眼。哒哒哒啦滴，哒哒哒哒啦滴，大姑娘美的是她，大姑娘啦。太阳一出照东方，龙泉山里做个山庄，龙泉山里好景色。闭眼睛，什么都不听。风光，风光好，风光，好风光。你又圆的，这职业选手。风光好，好风光。你溜远点，你先你先起来，有点害怕了。你还给我贴油的走，行吗，老妹儿？给给给，请评委打分。给，对，我那是给我的，是吧？给你给你，我先贴一个，完了我第二轮我再综合。你别这，你可以可以摘回去，你可以摘回去。我不，我你先都给我贴上。不不，我先一个，我先一个，完我到时候综合一下。下面有请我们的三号选手带来精彩的表演，请评委睁眼。三号选手可以开始表演了。准备好了吗？什么？我好看吗？我不想摸你，我你俩，不是你选择一个摸你俩太不你选一个摸行不行？我好看吗？选一个，你摸你摸他还是摸我？哎呀！完了，你摸那个码头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是这样，本来他一个人还挺好，你戴上大头套来了之后，就瞬间显得有点满。啊！我这不走了吗？你走吧，你妹儿啊！可以，先给你一个啊！哎，放在这个鼻孔这儿。哎，好嘞。你在过来的一瞬间，我的世界确实有点恐怖。你不是喜欢这猫吗？你起来吧，你起来吧。好，最后还有冰冰，冰冰哥，哎，我来了，准备好了。金雪晶到这里来了，哪里？可以。哪儿呢？这有台阶呢。观赏最后一个表演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Ha ha ha ha!
会呀、啊！哎，你要给我吐出去，真的！今天你们赌一个哈都没有。哎呀！你停！咔！大导演，继续！犯规了！犯规了！从今天开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主力。怎么？为什么？加油，哥！加油！你让我说完。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。我就是你的主人，凡事都要听我的，听明白了吗？完事儿了，完事儿了，完事儿了。你要不说最后那几句话吧，还是非常完对。一切说完了之后，所以有没有哈哈哈吧？你凭什么有哈哈哈？不是说不值得赢吗？我倒是很好奇这盲盒里到底可以期待一下。你们俩对自己的冰箱应该也有数吧？不赢不赢啊，也就这个，你看。哦，也有啊啊！有钱了，你有没有感受到第一次就是开盖之后，大家说实话，对啊。哎，这是哦，好吃的这个腊八蒜，你知道腊八蒜？我当然知道。你知道这个？我知道。你爱吃吗？我就不错，找到知音了，终于找到知音了。这个橄榄菜啊，什么就都是我很喜欢，小时候妈妈会给。这你怎么吃？怎么吃都空口也能吃，就是就空气也能吃。你知道这玩意儿就啥最好吃吗？吃啊，肥肠。那不是哈尔滨红肠吗？肥肠。哦，猪大肠。肥肠。肥肠。